和平精英 SS 八赛季皮肤爆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拉少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SS 八赛季的皮肤爆料。这件套装叫神秘黑猫，身穿红色连衣帽，头顶还有一个猫耳朵，尾部还有一个黑色的尾巴，果然有种黑猫的特征。第二套王牌四分卫，这件套装像极了打橄榄球的雷霆嘎巴。第三套爱神，身穿铠甲塑料袋，头顶一个小王冠，的确有种神的气息，肯定收获了不少小姐姐的心。第四套 SS8 特训，这件时装虽然很普通，但衣服上的 SS8 很亮眼哦，很显然是 SS8 赛季的服装。第五套九霄，可是已经上线了，在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。最后一套五月粽，上一期给大家爆料了即将上线端午节模式，而这件时装肯定会在6月25号上线，也就是农历5月5号，那么大家敬请哈拉少。